这是何泽警方精心布置的一次抓捕行动。此次他们要抓捕的是辖区高庄镇居民韩某强。在韩某强房间的桌子上，民警发现了多部手机，每部手机都登录了多个社交账号，每个账号均建立了大量的社交群组。 在社交群组中，民警发现了大量由韩某强发布的淫秽视频和网站链接。爸爸，真的吧？我昨天刚碰了。在韩某强卧室床边的柜子里，警方搜出了大量现金。 40，对呀，40，40，40，你这个淫秽视频取的钱，你为什么卖的曲阳取的钱？就这样了，就这么带屁眼的。他说去外面取的，另取。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韩某强，男，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 因涉嫌非法利用网络传播淫秽物品进行牟利，被警方抓获。在抓捕现场，警方在另一个卧室里同样搜出了现金。都在这个床下了是吗？这是什么钱？这是？ 我老公给我的，你老公给你的？他转发小视频挣的。什么视频啊？转发小视频。转发小视频。黄的视频。这些。啊，这盒子里也是吧？对，就这些。你老公怎么给你的？你是你？让我去取的。是从银行里面取出来的是吧？韩某强告诉民警，搜出的这些钱都是他的非法所得。不过。 他只是这个淫秽视频网站的代理，平时只负责剪辑视频和往社群里发送视频链接，赚取佣金。至于视频网站的真正运营者，他并不认识。那么，韩某强是如何进入警方视线的？警方又能否挖出这个淫秽视频网站背后的运营者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 社交群中，突然出现大量视频链接，巡线追查，多个马商团队浮出水面。其实是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资金结算。峰回路转，警方能否挖出幕后黑手？追踪幕后台主，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到案后，韩某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他之所以被警方盯上，源于网安民警的一次网络巡查。我们在网上工作巡查中，发现有一个虚拟身份在我们辖区内大量推送一些淫秽视频的链接。随后，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成立专案组，对这个虚拟身份展开调查。 辖区高庄镇居民韩某强进入了民警的视线。韩某某，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经常在家中工作，但是其银行卡内的交易流水非常大，经常驾驶车辆在菏泽市区各银行网点取钱，频繁取钱，且每次金额巨大。在掌握充足证据后，专案组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韩某强供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社交群组中看到有人发布淫秽视频链接，付费观看后，韩某强发现只需在该网站注册账号，并绑定银行卡就能作为代理谋取利益，于是他就主动与发布者联系，申请做这个网站的代理。他们的入职门槛非常低，人人都可以当代理。他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不认识，对方说如果你想做的话，就先注册，把银行卡绑上。
明天只需要剪剪视频，往群里发一些视频链接就行，但是前提是你得有个多个聊天群才行。除此之外，对方还告诉韩某强，如果网友点击了他发送的视频链接，就会自动弹出一个支付4元的界面，一旦有网友支付了费用，该网站就会往韩某强的银行账户里打入2到3元作为佣金。当时他就觉得这个行，不累，提成也高，就开始注册做这个代理了。一开始他也尝试着去做，他也怕遇到骗子，万一钱取不出来，那他不就白忙活了？所以他一开始先做了几天，在那个视频的网站后台可以看到自己获得多少佣金，他就申请提现，结果真提出来了，他就开始继续做了。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韩某强开始在网络上非法购买大量的社交聊天群组，并向这些群组内发布淫秽视频链接。短短几个月时间，韩某强的银行账户就收到40多万元的佣金。我们判断，韩某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我们要继续向上追查，争取全环节全链条打击。淫秽视频网站的开设者，在犯罪团伙之间被称为台主。专案组对该网站的资金流水展开调查，结果发现，为该淫秽视频网站提供资金结算服务的第四方支付平台就在国内。这样按照这个咱现在的科技手段，继续侦查，坚定信心，绝对不能放过蛛丝马迹。所谓第四方支付平台，是指依托正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非法搭建的支付通道，专门为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团伙套取漂白赃款，从中赚取手续费。发现这个资金大部分都是一些商户的那个银行卡，然后呢，我们通过对这些银行卡的这些流水又调取了一下，发现这些银行卡使用点大部分都集中在长沙，非常确定所谓的这个第四方支付平台在长沙。固定相关证据后，专案组立即安排民警前往湖南省长沙市，对这家公司展开秘密调查。表面上是一家做直播带货的公司，其实是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资金结算。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为刘氏兄弟，刘氏兄弟负责直接管理4名员工，这4名员工负责提供微信商户收款二维码，提供微信公众号对接台主等工作。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菏泽警方将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负责人刘氏兄弟以及其他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在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还意外地抓获了以谢某、谭某为首的2支马商团队。所谓马商，就是利用社交软件的收付款二维码对涉案资金进行洗白的一些犯罪团伙或是犯罪组织。经核实，这2支马商团队涉嫌为这家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提供银行卡、手机卡以及后续的资金结算服务。专案组决定突审这2支马商团队的犯罪嫌疑人，顺着这些银行卡的资金流向，揪出该淫秽视频网站的幕后黑手。不过，在后续的侦查中，警方却遭遇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细查资金流，警方查获多名涉案人员，追查网络服务器，神秘租用人究竟是谁？追踪幕后台主，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讯问中，民警了解到马商以1000元左右的价格，在社会上招募一些无业人员，利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开设银行卡和手机卡，并在相关部门注册虚假公司，然后在正规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商户版收款二维码，与非法的第四方支付平台共同构成第四方支付通道。
马上把这些二维码激活，然后把这些二维码与第四方直播通道进行对接。这样对接好之后，观看视频的这些人员的钱啊，就会通过马上所提供的收款二维码进入第四方支付平台。借着非法的第四方支付平台，会按照预先商定的比例扣留佣金，然后按照台主的要求将剩余赃款汇入到指定的银行账户。我们打掉第四方支付通道之后，发现仍有淫秽视频网站在运营，因此我们推断仍有代理在继续推广这些淫秽视频网站的链接。为了尽快将该视频网站的幕后台主抓捕归案，专案组民警决定进行侦查实验，向淫秽视频链接的收款二维码支付费用，沿着资金流向追踪。我们注入资金，显示这个资金进入江西某一个商户的银行账户，然后经查，这个账户被马上控制，这说明这个资金进入到了第四方支付通道的这个资金池。这些资金呢，随即又被转入多个银行账户，也就是说，这些是淫秽网站的资金池。这些资金的一部分作为佣金，又被转入包含姓韩的这个在内的多个代理商账户，剩余的资金则被多人在福建取现。进一步侦查，民警发现这些疑似被台主掌控的银行卡账户里的赃款大部分在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等地被取出。专案组民警随后赶赴福建，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共抓获取手五人，查获作案手机13部，作案银行卡40多张，赃款20余万元。这部手机是谁的手机？不知道。啊？不知道。在你睡觉的床头搜到的手机？不知道。不是你的手机吗？不知道。是谁的？我不知道。什么心态？没什么心态，不想说话。不想说话。台主就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在社会上雇佣一些职业取手，然后取手拿着这些银行卡到银行，从 ATM 机上把这些钱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再以线下的方式转交给台主。在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决定从这些取手中寻找突破口，循线追踪，揪出幕后的台主。然而在接下来的侦查工作中，民警发现取手与上家交接银行卡和现金的地点一般都选择在偏远山区，视频监控很少，这也给案件的侦办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时负责对淫秽网站数据进行分析研判的民警意外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通过对该淫秽视频链接分析，发现这个跳转服务器在江苏省镇江市。我们赶到镇江之后，通过对租用服务器的相应公司进行落查，发现该服务器又转租给陕西一家科技公司使用。我们随后赶往陕西调查，发现陕西这家科技公司也不是服务器的最后使用者，他们又通过网络把这个服务器转租给他人使用。他们是在网上用社交软件联系的，陕西这家科技公司也不清楚对方的具体身份，是谁用这个服务器。服务器被一个神秘人租用，然后用于淫秽视频网站的运营，难道他就是警方一直寻找的幕后台主？接下来专案组民警围绕这台服务器的日常运维展开了细致排查，发现缴纳该服务器费用的银行卡开卡人雷某，雷某的生活地和户籍地包括开卡地都在山东省德州市。另外我们也找到了服务器实名被案人张某的信息，张某的身份信息、户籍地、生活地也是在山东省德州市。经过核实，林某和张某只是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借给了朋友隋某使用。根据这一线索，警方成功将该淫秽视频网站的幕后台主隋某抓获。随后办案民警对网站服务器数据进行提取和数据还原，恢复出27000多部淫秽视频。隋某在网上打游戏认识了一福建籍网友尤某，尤某因为经济拮据
便提出来在网上搭建淫秽视频搭上平台，两人一拍即合，由孙某负责技术支持，尤某负责技术的开发以及引进淫秽视频资源，组建了这个淫秽视频观赏平台。根据隋某提供的线索，专案组民警赶赴福建，将网站的另一名台主尤某抓捕归案。我自己也经常会看，也自己经常会付费，然后就想着，像我都经常看的话，那别人肯定也会去看，然后就所以去想着试着做一下，挺后悔我做的这些事儿，也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然后也告诫，不要去碰这些东西，有做的早点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个案件的侦破，为我们以后全面的打击网络诈骗犯罪积累了丰富经验。下一步啊，我们将从平台台主入手，继续追查其他的平台台主，争取彻底打掉这一犯罪团伙，杜绝淫秽视频的传播，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目前该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6人，已移送起诉38人，其他人都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菏泽警方终于捣毁了这条由社交群组推广、引流用户至淫秽视频网站付费观看、网站开办者与代理推广者分成的互联网黑色产业链。除了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之外，赌博也一直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违法犯罪活动。我回家，我操！刚刚看到的是云南省德宏边境管理支队遮放边境派出所正在执行的一次抓捕行动。此次抓捕的地点位于中缅边境的一处山林，如果没有侦查员指路，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偏僻的深山老林里竟然藏匿着一个只有会员才能够进入的流动赌场。那么这个神秘的赌场是如何进入警方视线的？警方又是如何一步步的锁定这个团伙的呢？深山密林中藏匿流动赌场，乔装侦查，民警能否顺利侦破案件？藏匿深山的俱乐部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东与保山市相邻，北西南三面与缅甸接壤，森林覆盖率达71.84%。有情况到会议室开会。老大，龙哥，带着值班组到会议室开会，有情况。2022年4月14日，芒市边境管理大队接到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线索通报，遮放边境派出所辖区居民马某涉嫌组织他人聚众赌博，且为他人赌博提供场地及赌博工具，涉赌金额巨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对马某等人员的相关活动情况进行调查。因为当时我们也不确定他所举报内容是否属实，我们就对这个马这个人进行一个走访调查。通过对马某的身份核查及家庭背景以及活动轨迹等核查，发现马某为一无业游民，在芒市城区有一出租房，然后平时由于爱驾驶一辆那个白色的汽车。进一步侦查，民警发现
虽然马某没有正当工作，但是他的日常生活异常奢侈，每天的开销都在几千元。除此之外，马某日常的行动轨迹也十分可疑。梁丽的太监。马某基本上上午都是很少外出，直到下午三点至四点左右，其会驾驶其的白色轿车，然后从出租房内驶出。他们在那停车干嘛？他们在那停车搞什么呢？是吧？这有点情况。情况啊？有点情况。哦，下车了吗？嗯，下车了，那地方。那我们下去抢烟。在城里面绕，绕上几圈。然后就往郊区走。据此民警分析，马某很有可能去赌博场所，于是专案组分成两组，一组继续对马某进行跟踪，另外一组对他的社会关系展开排查。发现他呢，在下午四点、五点、三点这种时间段呢，打这个拨打电话比较平常，尤其是对一个女的，那个频率特别高。对唐某进行了排查核实，发现唐某唯一具有赌博前科的女子，并且唐某的这个人际关系也比较复杂，他一般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喜欢打牌赌博以及打麻将的人员，而且他们经常喜欢出去游玩或者去夜场。通过这个两个点我们就怀疑他们这个开设赌场、参与赌博，这个的可能性进一步的确定了。此时负责跟踪马某的民警同样发现了异常。马某将车停靠在郊区的一处山脚下后，便换成了一辆面包车继续前行。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选择暂时在这处山脚下蹲守。之后陆陆续续，有疑似赌客的人员乘坐同一辆面包车向山上驶去，但是具体的位置还有他的参与人数到底是组织架构，这些我们还有待进一步核实。经过多次跟踪调查，民警发现每一次去山林之前，马某都会先到城区的几个固定地点接人，到达山脚后再统一乘坐面包车继续前行。联系的这些人都比较固定，都是一些就是一些不务正业呀、喜欢玩呀、喜欢赌博的一些人员了嘛。我们更加确定马某是这个涉嫌开设赌场。为了尽快掌握马某的犯罪证据，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人员架构以及赌博场所的具体位置，专案组决定安排民警化妆成赌客，以参加赌博为由上山进行秘密调查。一组两人这个化妆侦查，骑着这个摩托去往他们其中一处赌博地点，到达这个山上半坡的时候，半山腰的时候，发现了有他们这个赌博团伙的放哨的人员。他们赌博团伙成员就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我们是这个马介绍来的，来看一看。他们放哨的每人手上都是一部对讲机，如果有特殊情况马上就通过对讲机来呼叫。到之后呢，就发现现场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多，有二十来个人。有人站在高处的这种地方呢，在那里放哨，有人呢在那里发牌。马跟方他们是这个赌场的最大的两个股东，唐跟张是找股赌资的人常负责背这个赌资，是发牌手，然后是提供场地的人员。至此，一个以马某为首的聚众赌博团伙浮出水面。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基本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通过排查一共发现有六名这个组织者，其中呢蒋某和林某呢负责来参与赌博的赌客的接送工作，潘某和马某就负责这个赌博时负责发牌，
唐某和张某负责这个零钱的找补。综合前期侦查的所有线索，专案组确定该犯罪团伙由六名犯罪嫌疑人组成。对赌博窝点周边进行多次秘密摸排后，专案组决定开始收网。然而意外发生了，马某没有朝我们既定目标，就是芒市凤鸣镇这个方向去，而是朝了另一个镇。难道是警方的抓捕行动惊动了马某？专案组随即取消了当天的计划。在案情分析会上，有民警提出，这个犯罪团伙很可能还有其他的赌博场所。随后，专案组安排民警继续对马某进行跟踪调查。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及化妆侦查，专案组已经确定，马某在芒市辖区共有四处赌博窝点，且，他们的活动规律为，按照四个地点顺序进行，每次周期约为三天左右。掌握此情况后，专案组再次召开行动部署会，决定再次制定抓捕方案。当时我们对四个窝点进行分析，发现这个杨梅园入口就只有一个入口，四面呢有纱布树啊，分组来进行它对一个围捕。我们从下往上追，啊，比较好抓捕，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一个位置。2022年5月7日，警方决定对这个赌博场所的所有涉案人员实施抓捕。当我们抓捕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没有人。我们当时就想，他可能是不是又换地方了，但是大概位置是不会变的，可能就是他临时更换了一个地点。然后当时就比较奇怪，在准备返回的途中，就在一个那个草丛中发现一个人。我都跟他们走了，因为这个山上一般是不会有人的，只要是有人，肯定是这个他们团伙的组织成员之一。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控制，并进行询问。他说他是放哨的。经过讯问，民警了解到，因为特殊原因，当天马某将赌博场地转移至了距离赌博窝点约200米远的地方。根据这名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对所有涉案人员实施抓捕。三组人员正准备上去对那个他指认的赌博地点进行合围的时候，突然一辆银色的面包车，也从这个山下上来。当时只有司机一个人，我们先这个埋伏起来。趁着这个司机停车正准备下车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控制，然后并进行现场突击审讯。他当场就承认了他是运送赌客的司机，现在正准备去拉赌客。司机把这个具体的赌博地点指认给我们，我们就进行包抄围捕。没到，走掉，别演他。陆陆续续，我们在现场总共抓获了16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了大量的赌具，主要就是扑克牌。现金，因为当时可能是抓捕的过程中比较慌乱，然后现场扫落了很多现金，
后面经那个侦查人员的清点，查获赌资约12万余元。犯罪嫌疑人马某供述，他与方某、唐某等人是朋友，一次偶然机会他们商议开设赌场，方某在团伙中充当军师，唐某负责联系赌客，马某反侦查能力强，负责赌场的选址、赌客的接送等。平时在一起交流啊，就会说啊，这样子来钱来得快，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啊，就想起来了组织这个赌博。后来随着赌客越来越多，马某等人雇佣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帮助他们寻找场地、联系赌客、发牌、放马、放哨、巡逻等。虽然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职业，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但有着较强的反侦查意识。躲避警察抓捕这个呢，首先他们第一点是接送赌客，是由专门的人员去接送。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自己驾车，不直接到达目的地。第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组织者了嘛，啊，进城之前他是不直接去的，他是要在先在城里面这个，啊，绕一下，然后才去到这个目的地。犯罪嫌疑人马某告诉民警，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在赌场的选址上他们也十分慎重，一般会选择在城乡结合部、村与村的交界处、偏僻的山林，然后再寻找只有一条小路出入的地方，或者不通车的地方。每一次组织赌博前，马某和方某都会对赌博地点进行反复踩点，确认安全后，他们才会带着赌客前来赌博。他是怎么邀约你的？他们都是同乡，他们过来找我，看我在这闲着，就这样帮他拉一下那个赌客。怎么结算这个你的工资？每天多少钱还是怎么算？一天的话他给我500块钱左右。那你们是怎么接送的呢？我租了一张那个面包车。啊。从山下把他给接到山上的那个赌场。等到赌客上山后，马某便会安排几名人员在附近放哨，一旦发现警察，放哨人员会立即通知马某。在拉客参赌的同时，马某等人通过分红、放水、发工资等形式，让部分赌客卷入其中，成为股东。赌博你参与到入股了几次？2次。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兴趣入点股，我从银行取了5万现金，然后我还有点钱，总共凑了9万。第二次是2万，直接给了马云。你入股的盈利是多少？9万那一次是给了我13000左右，第二次给了我5000。让赌客们入股，啊，使赌客们就会觉得，就算自己赌输了，至少还可以分红。正因为是这种心态，那多少人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马某开设赌场期间，我们都没有接到任何人举报他。落网之后，马某、方某供述，他们之所以将赌客发展成为股东，既是为了防止涉赌人员输钱之后向公安机关举报，也是为了吸引他们继续参赌。俗话说，十赌九病，九赌成疾。如果一个人沉迷于赌博，那么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在这里，我们劝诫大家远离赌博，赌博不可能致富，美好的生活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去踏踏实实的过。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